肥一点的，肥瘦相间的，包饺子呀，多肉馅儿啊。咱们就是拍一下那五花肉，因为咱们家的五花肉和那个里脊它是连在一起的啊。就是你不仅能够购买回去那个五花，还带着里脊啊，你可以给小孩做个肉丸啊，炸个里脊肉都是可以的啊。社会我鹏哥肉好话不多，那必须的啊。那这话改了，之前说大鹏哥卖货怎么的，吃的永远比卖的多。大鹏哥是吃货吗？这个肉是什么肉啊？跑山猪，沂蒙山里的哈，黑土猪。黑土猪，跑山的。那它有点野哈，这不小心让它一蹄的踢着。你的意思就是这座山就是，这不是这座山了，这周围这一群山就是带这个黑猪，这个脚下就是一点脾气都没有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哎呀，我去啊，整点包个饺子，方方面面这一块，哎呀，还得必须得安排上啊，一还得。什么时候发货啊？咱们尽量安排啊，所以说早下单咱们尽量就早。